馆长挑战，欢迎。那么馆长你聊天一路，请受到小区关怀几点是大人的欢迎。了解搭配轻松音乐，阿公阿妈来做着表演，展现因的活力。这是为了感谢馆长的邀请，代表总统马英九来分享企业和各社团体所举办的一个精神仪式。总统啊，总统也很有爱心哦，对农民的关怀。所以现在的田氏正在产期的时候，马总统也大量的来采购，来分享给我们全体的国民。那我也带了一点到省政府来，啊，大家也非常的高兴哈，非常喜欢，啊，我想这个就是马总统的爱心关怀我们市民。日前，民进党一间企业两口的文宣引起争论，影响到企业的绩效。所以，基本总统马英九特别来购买企业，交由各管区分散给社会团体。咱们台湾政府阁趁着这两天，陆续将企业送到老人福利机关、身心障碍者福利单位、一个社区照顾关怀基点等等，让将近8000多人拢是来品尝到这好滋味。阿娘，阿娘，要先这一个。关乎这次安尼来分送伫其他各社会团体，要更加大一个目的，希望做抛砖引玉的动作，鼓励民众多多来购买国产优质新鲜的水果，用实际行动为农民来加油。记者林云信采访报道。